次参加这么大型的团体赛吧，能够有世界顶尖的运动员嘛，而且也是自己的队友，向大队员学习吧。作为师弟田蛙来讲，他的状态非常不错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去努力的去冲击每一个对手，我觉得这个对手很团结，很温暖的一个大家庭。每天训练、吃饭，不管干什么事都离不开大家，我觉得团结是非常重要的。对于我来说，这就是一个家，让我感受家的温暖。做好每一天吧，因为这是很重要的比赛，那希望自己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这次比赛。